第三日子，圣罗尼加牧师第三章第十六节安尼讲：愿平安的主，达时达行事，本身守住人平安。达时达行事，守住人平安。做咱平安的主，时时甲咱同在。今天咱要来听一条诗歌，是我的希望。我的心啊，你的心即时是欢喜，也是忧闷，也是不准，拢不要紧。这条诗歌要甲咱讲，你的心不准，你的心烦恼时阵，咱就仰望主，因为伊要用伊的笑面来帮助咱。咱来大家来听这条诗歌，我的心啊。Bye.
愿祈祷将咱所有的凡人的面前，来这里有这条西瓜来做咱的平安树。约翰书耶稣讲：恁若惦着我，我的话惦着恁；凡若所爱，恁就求，求欲予恁，求欲予恁。